Hello, what? I'm Wooly. And I love apples. Do you like apples? 啊，我喜欢 apple 吗？我如果直接跟他拜拜会怎么样啊？啊，哎，能打数字吗？886。I'm allergic. 可以。Wow, 各位又见面了，我是 Doodles。那么今天我们来玩大家千呼万唤的冒险家阿曼达。据我所知，他跟这个爱冒险的朵拉呢，其实差不多哈，那都是看个动画片。哎，等会儿，这个电视机上怎么感觉闪过一张人脸呢？哎，等一下啊，马上就出来了。哦，就刚刚，可能是我们的错觉哈。哎，我们首先来看第一张。哎，把这个录像带插进去。哇，好有年代感的动画片啊！Hi, I'm Amanda. Oh, hi. I'm Wooly. 哦，这个羊叫 Wooly。Do you like apples? 哎，他问我喜欢苹果吗？这里给了我三个空哈，肯定让我填 yes， 但是我不喜欢呐啊，要实事求是，这填个啥呢？填 nope， 显得不礼貌，所以现在咋办呢？我只能不失礼貌的微笑一下。哎，话说能打符号吗？可以，那我就给他笑一个啊。I'm allergic. 尴尬一笑。That's okay. You should never be afraid to try something new. But 这个小羊说，他对苹果过敏是吗 ？Do you know where the store is？ 哎，让我找商店。啊，哈哈哈。哎，我觉得吧，这个是商店吗 ？Do you know where the store is？ 啊，他还让我找。哈哈，哎。那这个呢，我就不点中间这个，我知道是中间这个，我就不点。嘿嘿，哎，我气死你！哎呦，哎呦呦，别无选择了啊！那我就点个太阳吧。哎，吉祥的光照耀着你，把你烤成大黑炭。哈，他已经够黑了哈、啊。啊，看样子都点不了，只能点这个了呀。嚯，真是强人所难。Yeah, right. Let's go. We're at the store. It sure looks crowded, but and look.There are apples. Can you see apples? 啊，他问我能不能说 apple， 呵呵，当然能。啊 ，say apple。哎，这种时候就尴尬了哈、啊。啊，我骗他说我能说 apple， 其实我不会，好吧？我们现在只能实事求是了啊，不骗他了。哎，不会，好吧？apple。哟，把他气死了哎。好，我随便拼一个好吧？我想想啊 ，apple。咦，等会儿。我按了别的按键，怎么出来 APP 了？哎，我按的不是 R 吗？完了，他自个儿帮我拼出来了，哈哈啊，可能嫌我脑子不好使是吧？啊，哈哈，我是装的，看不出来呀，这是，哈哈，哎呦，呜，吐出来了，哎，第一张收走了，啊，让我看看这个电视画面有没有变化啊？嗯，还有没有人脸？哦，你看，感觉有啊，可能那不是人脸哈。哎，我能不能跳过第二张，直接看第三张啊？啊，显然是不行的。嗯，我们只能接着看第二张了。Oh, you. 嗯哈。We don't have much time. 没时间了。Hi everyone. 不是 ，I'm Amanda. 不要干啥呀？ I'm Wooly. 嚯，演员，你看，感觉他很为难的样子。啊，这个阿曼达说奶奶要吃肉了。喂，小羊说奶奶不是素食者吗？吼吼，既然是这样，哎，他说去哪买肉呢？啊，去冰淇淋店买肉咋样啊？啊，显然是不行的，是吧？哈哈，我们去垃圾桶给奶奶翻坨肉吃吧。哦，瞅瞅这大眼睛，哎，你看这眼睛明显比那边多还。哎，我去冰淇淋店。这个地方垃圾桶不能点哈。哦，不能去是吗？我再去怎么的、啊？又不给我选了。哎，这个小羊窝里怎么很惊慌的样子呀？啥情况？又不是吃你，怕啥？让我们去肉店啊。Let's go. Let's go. Hello, Meatman. 哇哦，厨子。喂，等会儿，啥情况？黑了。Can you tell the Meatman what we need? 哎，这小羊向我招手，他说：“不要不要不要说蜜他。”嗯，那我说个啥好呢？吃粑粑。哦，啊，吃不下是吗？那再吃个什么呢？嗯，哎，那就吃你的姐姐朵拉吧，好吧？
Dora。哎呀哎呀，吃他姐姐生气了，你看在那，哇，小心眼儿。那再吃个啥好呢？咦，我又是这样。哎，他又强行让我输，吼吼，我随便输就是个蜜糖，你看。呵，对了。哦，这个屠夫下去了，端上一碟肉。哇哦，就切了起来。他长得好像巴迪呀。啊，可能只有头像啊。怎么就切一块呢？啊，那有根尖吗？阿曼达跟他对视了，完了，窝里要被吃了。第二卷推出来了。好，我们接着看第三章。哦，最后一卷了，不会窝里就没了吧？哦，就剩个阿曼达了。哎，这地上有一坨，这是羊毛吗？啊，完了，窝里就成一撮毛了。Oh no！ 他让我回家。哎，我不回家。哎，我们去玩秋千吧。Home， 瞅把你急的，我还想玩秋千。回去的 house。白眼！天哪，我这眼睛一白，月亮都没了。完了，只能去他家了。那。能否带上这撮毛呢？啊，不行。哎呦，这眼睛瞳孔怎么缩这么小啊？让我敲门。哦，这个门是吗？我如果不敲呢？哼，叛逆了，怎么样？他刚刚头是不是歪了一下？哎呀，我直接把它封窗了，没有窗子了，啊，只能敲门了是吧？敲敲敲，好吧。好真实的敲门声。哎呀，他扭曲了。Oh my god! Oh my god! Mickey Mouse! What? 变个啥了？问他一下啊。What? 咦？怎么乱码了？哇哦！他变成个怪物了。米老鼠怪。好，这么通关了吗？我跟大家说哈，其实呢，这个是有彩蛋的，我在网上看见了。好，我来给大家演示一下。首先放第一卷录影带。哦，阿曼达冒险家。Hi, I'm Amanda. Hello. I'm Willie. And I love apples. Do you like apples? 啊，我喜欢 apple 吗？我如果直接跟他拜拜会怎么样啊？啊，哎，能打数字吗？886。I'm allergic. 可以。That's okay. 还是不行。Never be afraid to try something new. But we don't even know where the store is. 哪里有商店呢？ The store is? 哈，遗传眼瞎哎，呵呵，不愧是朵拉的妹妹。商店啊，在哪儿呢？啊，我觉得在中间。Yeah, that's right. 猜对了。We're at the store. It sure looks crowded, but. And look, there are apples. Can you see apples? 啊。你能说 apple 吗？我如果直接打对会怎么样？Apple pie. Good job. Now we can make apple pie. 哦，可以做苹果派了。哦，就这么过了。哦 ，so easy。第一章看完了，接着，哎，第二卷，往里一插。Oh, you. We don't have much time. 他肯定就是让我们不要帮这个阿曼达。Hi everyone, I'm Amanda. I'm Willie. 哦，你好。Today, I'm gonna get meat for Grandma. But is it Grandma? 要给奶奶吃肉了，奶奶素食者，这咋回事呢？好，我们直接进肉店吧。Let's go. 好了，这个时候就要输彩蛋了。咦，这个地方是什么情况呢？是这个电视机被阿曼达给控制了吗？好，这个时候要输 lamb， 啊哈，小羊羔的意思。哎，等会儿，哦，让我输肉是吗？ That's right. 就是刚刚输这个 lamb 小羊羔啊，肯定是说要吃这个窝里，哎，就可以触发彩蛋了。看这个阿曼达啊，这个笑容逐渐消逝，好诡异呀！哦，大家看，彩蛋来了！哼哼，来吧来吧，
哎，一个莫名的录像带。哇哦，这是干嘛呀？这不是真实的阿曼达房子吧？哦，六个空。阿曼达吗？我试试看啊。阿曼达，真的是的。哎，这是一片小丛林儿，又是六个，还是阿曼达？曼达，哇，这啥呀？这不会是羊肉吧？呵呵，窝里的朋友，又让我说，阿曼，哦，我说的阿曼达，出来个窝里，完了，窝里被吃了，哼，很明显嘛，嗯。好，再看看第三章有什么不一样的。感觉没有啊。窝里还是地上的一坨。好像口香糖啊。嗯，让我去他家。好吧，去吧去吧。诶，不是，我来了你怎么还白眼呢啊？刚刚不是生气了才白眼的吗？急得瞳孔变小。直接敲门。嗯，左边窗子也没了。哎呀。还是照样抽搐。哎呦哎呦哎呦！啊哈！啊，又要变成米老鼠吓我是吗？嗯嗯，就成功通关了。反正就是逃不过这个阿曼达变成怪物之后吃掉的命运是吧？啊，如果能逃掉的就是不查那个录像带啊，就这样啊，我们不查它，就这么放着，哎，看雪花点子，好吧？好了，那么本期视频就先到这里吧。生活往往比游戏更有趣，毕竟在这世上有个被称之为你的奇迹。我们下期再见 ，Enjoy wonderful life。